我是唐海娇，我是玲玲，欢迎来到玲玲钢琴教室。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祝你生日快乐。你要献给生日的阿嬷。北迪，三有关的呢。二一 ，Go。一只眼睛的、啊，大家好，我是玲玲。为了玲玲去游玩，今天我们要帮阿嬷庆生，要去苗圃，哎，不，昨天，走，好，谢谢。啊，祝母祝母外公，这样有像偶像吗？有没有帮妈妈？有没有？来，先把示范一下，来，专业一点，对。我们家是吃鱼的，有点像家里。放这里吧。这应该都能吃了吧？你试看这熟了没有？那个话，我会分切在外面冻伤哦。哦，是啊。我是说这份，我帮你直接分切两份。哦。对，这里继续一下。对啊，那个他会帮你切，很低呀。你好，你说你要什么？散的。一般，然后一般要先散的是要先香我三个。没有，不要，不用，不用。老婆不用介意，对不对？妈妈，你会介意这个吗？不会。嘿，咸饱嘞，很辣的嘞。哦，稍等，这边要吃到汤品，这个碗在中了。好了，拜拜。那个，啊？信用卡？没有，我对。钱宝，你真好，还特地赶回来。对啊。都快留言了。